这个百货公司也是接稽查的状况，就是因为说这个百货公司哦，这个的美食街的这种餐饮店，因为它比较受这个空间的这个限制了哦，所以我们今天来加强，就是说来查核它的这个整个环境，还有它的设施设备，以及它这个食材的管理哦，以及它的这个保存，以及它的进货是不是可以有溯源的相关的记录哦。那我们来加强查核，也让我们消费者到美食街哈来做消费的话比较放心。宝林的它的食材的部分哦，已经全部由这个食药署它带走去做检验了。那我们昨天也针对它的这个环境的部分哦，就是会同这个疾管署的部分也做了裁剪，因为它这边我们已经申请它停业了。那因为我们就是那时候就不建议说它环境在做更动，因为免得说整个相关的证据可能会破坏掉。那像昨天的话，有会同这个机关署的话，还做环境的裁剪。民众比较关注就是说，可能是面粉啊、发酵类的这个食品的话，他们就很会关注。那我们会特别来加强稽查。比较关注就是说，可能是面粉啊、发酵类的这个食品的话啊，他们就很会关注。那我们会特别来加强稽查。那我们目前稽查发现到不妥或是要改善的地方吗？我们目前还在稽查中。那事实上，这个针对就是说一些的什么米食类的制品的话，事实上我们年度的话，我们都有一些的例行性的稽查的部分。那过去的话，就是针对就是说，可能常常验到不合格的，大概就是一些的有添加一些防腐剂啦，或是说有一些的病人的微生物的部分。那针对的就是说，将来的话就是说这个酵菌酸的部分的话，那个我们目前的话已经也预计哈裁剪这个相关的这个些的这个标准品的部分。那未来的话会配合中央的公告检验方法的话，我们会做检验。所以会把它纳入这个专案去抽验，是不是？这个可能要再跟中央讨论。
食材的这个保存部分也是待会再强化的一个看点。是的，对，因为就是说这个美食街它的空间一般是比较狭小了哈，那我们会加强就是它的食材的保存的部分，还有它制作的过程，那以及说它的这个保存它是不是有一些的进货的单据是可以溯源的记录。那这次他们有需要拿出什么单据吗？像是公益外险啊等等的。责任险的话，我们每年都会查核，嗨，这个都是我们每年的例行性的查核的项目。所以宝林刚好只是还没有查到而已。嗯，宝林的话，我们每年都会查，那只是说，因为它可能是它的这个保险费，它好像没有继续完成的部分。事实上，它是有保障的责任险，只是说它没有完成这个保费的缴交的话，它这个保险的这个是失效的。所以这有解释怎么解释这个没查的？保险的话我们也会看，那如果是说它网络上已经有的话，我们就查它网络的记录就可以了。所以当初保险公司有发现它是漏掉？事实上他们上面的话有写它保险的期间，上面是有的，那只是说它这个保险是不是失效的话，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说透过它上传的一些记录可以看得到。这个之后就会再加强吗？因为当时是有漏掉。这个我们在加强查核，对不对？谢谢，谢谢，谢谢。都看中间，就是这边这些家电这样子。宝林
有效期限内的保单，对，那可是最后我们才知道，其实这个保单后面并没有缴费。那这个也是卫生单位，他们也是收到一样的证明，他们也是很诧异，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我们也会请教相关单位，我们以后要怎么样去证实我们手上拿到的这个保险单，它到底有没有是一个有效果的、有效益的一个保单？所以保龄社怎么找到假的资料？应该是说我们跟他索取的保单是他提供给我们的，是不是假的资料，这个可能要由司法单位这边来认定。所以你们每年都会让这些员工提出他们是健检的报告？对，这也是卫生单位每一个月来督查一定会查的部分，所以每一年度都要做更新。那其实不只是我们自己的餐厅业者，我们的美食街管理者，还有百货单位，其实对这些都非常的严格，这是我们必备的东西。因为从事发报出来资金还没有到一半，你刚刚说有受到影响，有大概觉得几成吗？我们业绩大概这两天掉了一半。对，那想针对保龄的这个保单的部分，你会跟他提告或求偿？这部分我们要跟我们的律师做确认。对，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80代、30代、40代、50代、60代。